欢迎收看瑞绿窗光的频道，我的绘画之路，今天要画大家所期待的夸克性别逆转女夸克骸骨铜影造型。老实说，我也非常期待这一次的画作，所以我用快速的手法来构图、上居笔、简易上色，迅速完成这一次的人物设定。由于是人物设定彩色草稿，所以如果觉得有点粗糙，也敬请各位见谅喽。而这一次让大家学习到人物设定的部分，影片最后我会稍微讲解一下。好，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个赞，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也赶紧订阅关注哦。接下来为大家示范说时人物彩色草稿女夸克骸骨铜领。
人物设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角色的主轴加入某种元素就会呈现另一种风貌。上一支影片有提到女夸克让我联想到洛米正传这部电影的男主角的老婆，因此我将它加入夸克的元素就成了另一种风貌。我之前有一支影片创作过刀锋宝贝加赛车手，就成了极速狂飙刀锋宝贝，大家可以看看我那一支人物设定的影片，你也来试试这个技巧。你理想的角色加入另外一个喜欢的元素会创造出什么新角色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如果想要追踪我更多的动态，也欢迎到我 FB 粉丝团按赞或追踪我 IG 哦。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啦 ，See you。今天跑去剪头发加染头发，凉爽了许多。夏天就是要清爽一点嘛，是不是有头发顺一点呢？其实好像一直都这种发型没变过，这叫始终如一吧。